现在呢，是我用iPhone的原始相机，里面的肤质看起来是真的超级透亮，它很保湿哎，一抹，哇，这光泽马上就出来了，亮度提升好多，它可以说是我目前用下来美白最有感、最很不可能，而且它专为亚洲的黄皮肤人所设计，它是一款全方位的美白精华，所以不管你是针对深层、浅层，黑色素的斑点问题，全部都可以帮你解决。我推荐你用这瓶美白小黑瓶。